妈，这墓地暴露怎么这么小的呀？大家听啊，这么小一个，这也不大呀，你看这大的也不大，这长得可大了，有点大。看着哈，没拉了。嗯。怎么说得检查检查？你好检查。这围着石头看。没有啊，我看了，看过了，没有。就是那几点你看不出来哈。那你先拉一个，那自己拉。你看你自己还拉一个，还找啊？有个看不多就行。对呀、啊，是的呀、啊。看我都不满意白来了吧？你再说说这个。啊，你这么快、啊？你看我，我才背了十万袋，妈这一袋快满了。你干啥怎么这么快了？你妈一句话叫“姜还是老的辣呀”，是吧？干这还叫姜老辣？是的呀。分开了。分开，分开。分开吗？不算，给谁？不算，给谁？妈，你看我干活的时候像不像女汉子？不像，不像，这还不像。哎呦，不像女汉子，我觉得蛮像的。这以前有老母猪啊，把也把老猪累了，先背一车吃了。大家看，这地方还有一个五亩，就这嫩的时候呢，还可以炒着吃的。去年我还专门拍了一个视频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见过？你看，里面全部都是黑的，哦，跟灰一样那种，跟草木灰一样那种地里面，好像吃了对身体有好处，然后就太脏了，看里面太脏了，对，是一种菌。啊，我觉得干干活还挺舒服的，还能还能对，是的呢。啊，突然觉得干干活怪舒服的，嗯，肩膀感觉都疏散开来了。啊，平时天天对着电脑坐时间太久了，浑身腰酸背痛的。